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萧红川团队啊。我眼前呢就是我们塔吊已经拆除了啊，这拆除之后的一个现场。这个标准节的已经埋在这个混凝土里边了，我们已经是把它放弃掉了，不要了，将来打混凝土的时候直接掩盖掉。这上面呢就是我们塔吊的一个基层啊，基层处理的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周围全部要打钻啊，打钻剃凿干净啊，把松散的石子啊剃凿干净。看，仔细看一下啊，下面呢这一圈是我们原来安装的时候啊，我们预埋的这个止水钢板啊。这个上面呢，这上面这么厚的混凝土呢，是我们浇地坪的时候啊，这20公分的地坪啊，周围把它打钻好，下面我们也要把它打钻掉啊。打钻之后呢，松散的石子啊，吹干净啊，用1:2水泥砂浆啊，水泥先抹一道啊，1:2水泥先抹一道，水泥砂用水1:2水泥砂浆先抹一道啊。抹一段之后呢，我们开始浇筑混凝土啊，把它掩盖掉，浇平，把所有的钢筋该搭接的搭接好。这就是我们一个拆除的一个之后留下的一个现场啊。想了解更多现场视频呢，请加我们的微信13949。